兄弟们，这满屏的爱心，你说你兄弟看了会不会心动？哦，这期教你们只花一次特效，复制开头那样的满屏爱心。先来看看满屏爱心在路人视角里的样子。你们帮我数数，是不是有46个技巧？何？那么这是怎么做到的呢？估计聪明的小伙伴已经猜到了一个方法。我告诉你们，首先我们打开动作，打开无 UI 模式，接着打开拍摄模板，打开动作变数，这个时候再点一下拍摄模板，打开表情，选择告白气球动作，点击后我们就等气球出现，然后在变数最下面一个来回切换，这样不仅是你还是队友视角都可以看到这个效果。你看这路人的眼神都看呆了，应该是迫不及待想学怎么玩。安排。当然，不仅是爱心可以这样玩，像这种连发炮弹，还有这种举奖杯都可以。感兴趣的小伙伴学起来，给你的兄弟表演一下，拜拜。小子牛逼。